you go.这是黄糖，鸭皮一般都是那个蘸着糖吃。这个糖那个入口即化，这个皮入口即化。烤鸭特点就是外酥里嫩。你的刀很利。很利，对，肥而不腻，这是专门的烤鸭刀。L3 got it, I know. 你动作好快哦。谢谢。那你鸭架呢？鸭架做汤，咱们有鸭汤。有鸭汤是吧？对对对。我问那个小姐，小姐就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有鸭汤。等一会儿你给她要一下就可以。这是我们的打趣，鸭汤。一天要卖几只？我们这一天忙的时候，最忙的时候卖了80只啊。平常的时候就是50只这样。你一共有几家分店？现在我们10几家，在全美，全美10几家分店。但是只有这一家有那个正宗的北京烤鸭。哦，这家才是正经的。对，就是其他家没有烤鸭。一般这样要烤多久？我们这差不多得45分钟左右吧。45分钟。45分钟就够了。啊，对，才能烤好。您鸭子是从纽约运来的？不是。这个是美国的鸭子。那美国鸭一般都有腥味，那你怎么除去？这个就是看，首先得选吧，选鸭子嘛，就选好一点，是有腥味啊。你冲可以那个清洗的时候多冲一下，然后那个要把它风干，风干。国内你们在哪吃过烤鸭？我在国内啊，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面吃的烤鸭，我是那一辈子吃最好的。我就什么全聚德什么都什么大同什么都没有办法跟他比。哦，胡同里是吧？一个全聚德的老师傅退休了，然后在那开个店是吧？在那个东便门那边是吧？如果你骗鸭，我觉得好像你骗的最好。我骗的反正还可以，我干这个行业有20年了，从事这个。你看起来好年轻啊！谢谢。从20岁开始。不简单，不简单，那。可以说干一辈子，干了一辈子。看了心里也好，难怪你切得那么好。是是。您是在这儿学的还是在国内学的？在国内，就以前我就在北京。
刚过来两年嘛，